干什么呢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老板，有人偷东西。老板，我一来我看他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是在偷东西。这是我在其他地方买的。谁知道你有没有把东西偷偷放在袋子里啊？你说有就有啊，证据呢？我都看见了，你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我还看见你偷了呢。你是不是？我开这么大的店，你以为我没有监控啊？那看看去啊。走啊。啊，这不监控没坏吗？谁跟你说监控坏了？进来吧。哎，你不是监控坏了吗？这怎么又好了呢？赶紧把手机还给我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没拿就是没拿。什么手机啊？没拿？没拿你怎么算好说你监控坏了？拿没拿？看看监控不就知道了。这一共多少钱啊？一共58。哎，行。哎呀，给。哎，那你偷东西那个事儿还没完呢，这账怎么算？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，这个账确实得好好算一下。那你说，这么算？